我觉得与其说是兴奋，好像还是有一点不真实感，因为我是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拿到这个奖，就是能入围已经觉得三生有幸，然后现在又拿到了那个金马六十的奖杯，真的很开心。拿奖完一到后台的时候就说我要吃麦当劳，结果刚才没叫成功，所以我等一下等访完以后我一定好好大吃一顿，然后等一下回家应该就会想说啊灰姑娘吧，珠宝也卸了，然后礼服也卸了，这样我要爆他料。好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今天是亲朋好友们约了一起在家里看金马，然后就我的好姐妹就说哎、你的奖说他哭了对，所以就是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就知道他在替我开心。那他有传那个讯息给你吗？有，他说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得金马，我才跟你结婚的。他很会耶、好，谢谢。你得了金马之后会不会压力很大？不会啊，他也是很棒的演员啊，而且他先入围金钟的耶。对，虽然那小朋友知道吗？还是他们已经睡着？知道，他们超开心，他们今天也一起看播直播，然后也就是我一得奖，他们就有传语音档给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得奖了，恭喜你！”真的很开心。